中秋将至，万代南梦宫今年也推出了高达月饼，产品依旧来自新雅月菜馆。今年正好赶上高达开播45周年，于是月饼礼盒也顺理成章化身为45周年纪念版。盒子到手，银色外包装，机械感十足。中央的45哈罗的图案之前就已经披露了，上下取走月饼礼盒的装甲。盒子本体以蓝色为主基调，中间是 2X782 最经典的跳劈落地式，上侧用胶片边框呈现高达第一部动画片的名场景，满满的都是回忆。礼盒内月饼有6只，共5种口味，桃山流星奶黄口味2只，其余口味各1。盒子可以从侧面打开，内含特点主题卡套一个，卡套与挂绳上都有高达图案与标志。月饼单独小盒存放，小盒有 2X782 高达头与45周年纪念哈罗2个样式。来看看月饼的实物样式，月饼图案也采用了45周年纪念哈罗。今年 China 卓期间，微信小程序、高达中国粉丝联盟等级2级以上会员都能在现场领到此图案的徽章。